大家好，我是志哥。然后，这位是赖乔仁，就我的小提琴手，然后听过手和声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就是可能现场有些不认识志哥的朋友们，对，就是我就是志哥。然后，志哥其实不是代表着一个人或是一个乐团或是什么什么，它是代表着一个我们对于自己音乐的一个理念、一个概念。然后详细情况是什么？大家按赞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想补充什么？好，那第一首歌就是专辑里面原系列的美。然后，谢谢。
谢谢。